现在我们进入到 2.10 节，安装 10.2.0.3 的补丁包。我们先预览一下，首先是下载补丁包，上 MOS 上下载，名称是主要是533.7014，解压补丁包，然后就是一步步的安装了。现在我们先预览一下安装补丁的过程，待会我们进行实战操作的时候非常的详细。好，其实挺简单的。现在我们来开始啊，解压创建补丁包需要的目录。我们现在把补丁包上传到服务器当中，选择 OK， 然后选择刚刚创建的安装补丁包的目录。好，补丁包名称533的，这个可以了，上传上去。大家需要补丁包的话，可以到我的网盘里面下载。大家这里可以快进一下，节省时间。现在补丁包已经上传到服务器当中了，关掉它。现在我们进入补丁包的目录，然后我们对补丁包进行解压。现在也是确认一下远程准备打开。然后如果有必要，是否有必要停掉 Oracle 相关的进程，先查看一下有没有。没有。我们现在
来开始安装补丁包。首先弹出的是欢迎界面，那我们单击下一步。这个是 name 和 pass， 确定没错之后单击下一步，一般都是不会出错的。单击安装，这里要等一会儿，大家可以休息一下。
好，现在需要我们运行脚本。就是 yes, yes, yes。刚才退出 yes。这里有一个更改这个 Oracle Database Server Home 的一个权限。我们更改它，运行这个脚本，选择 Yes， 这个要等一会儿。现在已经运行脚本完毕，2.1连接，安装完毕。